观众朋友你好，讲到吃这个辣菜的话，我相信每个朋友都一定会想到，要么就是四川菜，要么就是湖南菜。我相信朋友们很少啊会想到这个云南菜。其实呢，云贵川呢是一家人，他们的味道都非常非常接近，因为本身就连在一块的省份，而且呢各有不同的辣，各有不同特色。今天我特别跟朋友们介绍一家在东区罗兰岗的，叫做锅里锅外。哎，为什么叫锅里锅外呢？它的菜为什么是这么受年轻朋友们的喜欢呢？就算是你不吃辣的，我相信到这边来的话，您都有好吃的这个菜式让你挑让你选，而且让您吃完之后呢还想回头再来吃锅里锅外。那么今天我到锅里锅外来吃的方法不太一样，因为我发觉以往先到了，我先来看看他跟他的朋友究竟点什么菜，待会儿呢我才不会出错。哎，以旺怎么样啊？你两位朋友已到这边来了？当然了，说我们先约好了，说早点一步啦。啊，常来吃吗？常来吃，常来吃啊，常来吃。好吧，那我先问你好了，我就会问这个餐厅老板。好。那么这是什么东西？其实这个非常好吃。叫做非常好吃。你快吃一口。啊，名字叫非常好吃。你是在说？但我听说你还点了什么东西？还有什么？还有凉面。凉面。啊，凉面我的最爱。哇，谢谢老板。哎，肯定是凉面嘛。对对对，就是凉面。这明明是蚕蛹嘛，像个蚕蛹一样。而且我们的凉面的鸡丝都是用棒敲的，敲出来以后才是丝材。这是鸡丝凉面，对，鸡丝凉面。哇，我要跟我们观众朋友特别介绍一下，这一位旁边的就是孙主厨总监哦，谢谢总厨这边管理所有的菜，所以我相信他对于这个菜最懂了，包括啊这个凉面。刚才你讲说鸡丝是敲出来的，对，我们是。惯用的一种手法叫做四川的棒棒鸡，用棒棒敲出来以后，我们再开始撕。你的意思是说鸡胸肉，对，把它敲了，是的，让它软了再撕。对，那为什么敲？因为它的口感会比其他的鸡胸的口感更 Q 弹，更加 Q。就是更紧实，对，甚至于你不用走地，鸡的肉都很结实，是的，买羊鸡都能够做出这么口感的鸡丝，就像我们去按摩一样嘛，做马杀鸡，对，马杀鸡一样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大厨，我先不知道怎么下手了。这是每人一坨吗？不是，你要调开。哦，还是要调开。对，还请您帮我们来调好不好？我怕我手出丑了。他怕拌一拌都跑到外面去。对。我想你一边拌的时候一边来跟我们解释这两个蛋呢，我们看着就是个蛋，他们两位俊男美女只是知道好吃，名字搞不记得，他们每次他就看着 menu 来点就好了。对，我们这个蛋呢是惯用的云南的街头烤鸡蛋，名字就比较好听。那这蛋里头有什么东西呢？哦，这个蛋里面我们有秘制的一些酱料跟云南的一些小辣椒，而且只有一点点辣吧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东西？还有香菜呀、等等一些辅助的一些东西没有？那怎么做的？是烤的？对，我们是烤的。哦，烤出来的。对，我们是正儿八经烤出来的。我们来先尝凉面哈，鸡丝凉面。好，我迫不及待了，来。而且这个面也很细耶。靠你们点的来尝了，你看这个面呢，我不知道。很细哦。嗯，味道真的是很好啊。哇，我很想问一下。蛋来了，对对对对，蛋来了。那个孙大厨，这个面是什么面？我觉得好好吃。哦，我们的面是精选美国不曾出现过的面。不曾。对，而且我们的面是从国内过来。哦，面粉从国内过来，还是说面从国内过来？哦，做好的这个面。嗯，对，我们的面是从国内做好了以后再过来，所以我们的原材料是从基本上都是从国内过来的。进口。进口货。哇，好厉害！我来尝尝这个鸡丝，我真的特别想尝一下这个鸡丝。来看看我们马萨奇做的鸡丝哦，是啊，确实不一样。我觉得鸡丝就有嚼劲儿哈，所以都不会放太多。对对，精打细算，我觉得老板一定相信。有一点鸡丝就很有的味道。它这个细细的很好吃，我看过有些鸡丝太大条了，没错，没有那个味道。对，尤其女生朋友很怕吃这个肉。大块就嚼起来了，这个吧，这个对，比较舒服，没错，讲得好，我们都是很优秀的，口感好，是。那孙总，这个是什么菜？哦，这个是我们的炸
蘸水炸豆腐，我们的料也是从云南过来的，料都从云南过来啊。哇，所以我们比较是用我们的所有中国好吃的东西介绍的。那也是街边的吗？街头的吗？对，这也是街头的，这也是街头的。所以云南很多很多的街头小吃，对，云南有很多很多的特色小吃，所以我们把云南一些比较代表性的拿豆收的。但是做法豆腐怎么做的？我们豆腐啊，外面一层你看见有灰灰的那个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米吗？不是，而且我们是花木鱼花。哦，啊，对，洗过澡的豆腐。这是洗过澡的豆腐，特别对。而且我们的粉不是一般的生粉，而是我们用米粒调出来的粉，制作而成。有黄豆啊、玉米粉啊等等等等。那为什么要蘸那个料呢？而且这个料本身豆腐它是有豆腥味的，但经过这个料以后，它会去掉一些豆腥味。而且云南啊是吃酸辣的地方，对，有点酸酸辣辣的。对，所以说这个料蘸这个豆腐蘸这个料是非常非常好，我觉得是绝配，对，一个很好的组合。是啊，我刚才没有蘸呢，我觉得其实也还好，并没有那么浓的这个。是，因为有那个木鱼花。哦，是这个原因呢。对，所以一定要少看这个豆腐啊。平常我们吃豆腐就是凉拌，放一个这个。对，柴鱼啊什么的。皮蛋。皮蛋啊。放一个皮蛋就是了事，简简单单。他真的花了心思。对，花了很多功夫的。我都没想到鱼蛋人这么有心思啊，这么细腻，所以说连吃个。豆腐那么简单，这个豆腐那么复杂，如果要蘸上这个料，我觉得好吃。这个料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呢？有酱油吗？这个里面完全没有一滴酱油。哎，没有一滴酱油。醋有吧？没有醋。也没吃到怎么会酸酸的？而且我这个料就是这个味道，就是。那这个料叫什么名字？叫沾水。沾水。发酵的。是。发酵的。啊，发酵的，对，你也知道，这个酸味它应该是有原因的吧？如果是酸的话，应该是发酵的。对。照道理，发酵的东西 B 柱很多，维他命 B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对身体非常好。没错，那我要做新创。那你多吃一点吧。不是，但是我老喝掉酸的。一人一半嘛。那等下来一桶吧。可以，这很贵的，国内进口过来的话，真是想不到。所以到这边来吃的这个东西啊，除了好吃之外，真的很道地。养生，对，是养生的好东西啊。对，我们再来看看你们还点的这凉菜，对不对？这凉菜您搞不明白吧？怎么样？老板介绍一下，这个凉菜啊是叫傣族的凉菜。哦，不是有一个舞蹈傣族？对，云南最多这些少数民族的嘛，哈，是傣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凉菜。那为什么叫傣族的凉菜呢？这个味道就是傣味。傣味。对。其他的民族他还傣味搞不来这个味道，真的吗？傣味怎么样？很傣，很傣，我真想尝一尝。跟人朋友一个菜，而且老板，你这个黄瓜粉碎之外哦，它这个肉其实还有特别的腌制过、炸过的，是。对，哦，现在我们不是炸，我们是煎，平底锅煎出来的，煎出来的，对，因为对身体也非常的有益，而且我们是用的橄榄油。哦，橄榄油，哇，这个凉拌菜我觉得真的夏天吃非常非常棒，而且里头都是一些营养东西，像是 onion， 对，还有花椒，而且可以清血管的，还有花生米，哇，我最爱花生米。这个肉你说经过，我们是煎过的，煎过的油都跑掉了，保证吃了不胖。对，黄瓜最好了，吃完往脸上贴，对，敷脸。所以这道菜简直全都是宝。这道菜真的很棒。它不会像橄榄油啊，别忘了还有橄榄油，是不是健康？但是有没有味道呢？有非常有味道。它不会像普通的凉拌比较清淡，它呢，因为有这块肉，所以加分了，味道更充足。真的，有酱油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一点。它有不同的调料吧？我现在知道了，云南不出酱油，所以什么菜不放酱油？酱油是，不过是有味道。哎，真的很有味道，你会觉得这味道？我好爱，我喜欢。我也喜欢，非常的非常的开胃，好吃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很会点菜，对，你们好懂哦。没办法，是不是就被这个吸引了？哎，那么臭屁，没办法。所以啊，今天我们真是有福气，还没碰到我们老板呢，先来吃这么好吃。
像老板呢、啊，一定很帅，天天吃这样。对，越吃越帅，对不对？是，那老板很帅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那我赶紧吃，不能吃老板了。今天我相信朋友们到这边来，你一定会很开心啊！这锅里锅外的东西，怎么样？一级棒。